麦登蒂失踪的地方现场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，而且附近的 CCTV 也被人刻意遮挡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麦登蒂是在有预谋的情况之下被人绑走。如果没猜错，我们是认识的吧？我们不但认识，还是好朋友。老朋友。原创强档《假面二》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试破奇案播出。